看向私信老师即可。我们来看视频中的图解，这首像圆润有肉，纹路清晰，三大主线清朗明秀。难得的是在食指上面出现了指节纹，而且是三条指节纹路，在相学里面学名叫做三约纹。有这种纹路的人可以说一生中不缺钱，而且往往都是由桃花来的。例如如果男人有这样的纹路，运程把握的好，可能娶到很有钱的老婆。女性有这样的三豹纹，姻缘很好的，绝对不会嫁给没有经济基础的，一般都会嫁给有钱的男人。看手相流年，正缘快到了，明年差不多就是大喜年份，不要着急。需要看相或者批八字，可以加老师微信 66723319。